表演完就是我们两个酒醉这样，我们就是下一场表演在卡拉 OK， 一定要 Q 在那边。不是嘛？怎么还有在调音的？这也是一个表演的桥段啊，是表演这种打骂，因为我们就是表示乐团感情特别好，可以骂，可以打。哎，没，你没有什么话想要分享一下？你第一次来调花村，有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吧。没，其实第二次就是第二次，我真是菜鸟。没有没有，就是第一次跟乐团一起。哦，等于是，没有下一次呢。我是有一个小愿景啦，就是下次我们可以给妹妹一个主场哦，秀，个人秀，乐团送给你，我退出，没有，太夸张了。好，刚刚的经典歌曲啊 ，OK 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再送一个经典歌曲喽，啊，最近很红，最近很红。什么是走音呢？你会这样吗？讲话走音，最近很红。来自 Billy 的《什么都不必说》送给大家。阿妹。好。稍等。有一下哈，他对自己的音质是有一点小挑剔，有一点小要求。你看，退要求，刚刚在。说
歌的时候，你们都特别有感觉。其实我们也是上场了，上场去唱这些很经典的，尤其在卡拉 OK 最经典。你知道这个不知道，可能要计算起来，在卡拉 OK 可能有几亿遍被点过。好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有点渴？对，好渴，那好逼耶，真的，汪汪汪。这也是表演之一吧，表演一个和谐，表演一个倒酒技术，怎么样倒泡泡越来越多？谢谢。哎，大家举杯，有喝大家一起举杯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桥段不错，我没有想过。哎，好，后面的有点渴，不要管他们。好，聊天一下。哦，那。因为我是觉得还是花点时间聊聊天好了。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，哎，为什么我放下？我还没喝。先喝。好。